们人人发挥精纯的地位啦，那就是善。所以讲吼，善念呐，可以造福人间。人人呢，心中有福啦，合合起来呢，就可以消弭天下灾难。哪怕呢，天地啦，天地天灾呀、人祸啊，都是呢需要人人造福行善。所以有造福行善呐、很自然把人呐、就带上了那一份祥和的水气起来。最近我一直一直提这样的话，是因为呢，了解这么简单的话很唠叨，但是我更了解呢人的心啊，就能体会到我说的这一些话还没有真正的深入，还不能很深入的了解，但是呢深的达不到了，那这浅的呢可能也很难解了，因为呢心脑还没有清净，还没有淡进去啦。所以常常讲吼，石头水泼落去石头，看看明明这一块石头是淡嘛啦，但是呢一下下你再看它又是干啦，因为呢水渗透不清石头。它真的石头渗不进去水吗？你要回追分去穷究，时常滴滴滴滴啦，自然这一块石头它也会含水混在。国家总是法师啦要说法，说到啦那个石头会点头。所以吼、地水也会当浸透石头的内底去，要诚意。所以我最近一直讲，诚爱心意啦，不怕麻烦，不断的提吼，那期待大家人不断的听，听久了。要马戏呢被滴滴的善心善事可以呢去牵动它，好像呢现在呢那一种的尼泊尔的苦，那这都是最近我一直很关心，但是呢要如何做起。我们也是有跟他们讲解我们慈善的那个个案，然后也讲解跟他们聊，让他们了解更了解这个慈善的理念，然后呢就尝试让他们今天来做这个发放。当今农民地方有 great volunteer 的人多，所以后摆可能那人个了无来是，这个个了有人自己爱过的嘛，所以当今有人方爱帮帮我啦。那这种的这个核心呐、好像那个石头泼一碗水，提一桶水，但是呢很快石头渗不透，它还是会干掉。这必定呢需要在那里如何站住站在那里
不是安尼伫外地来压一个水，我们要站住在那里，时时刻刻让他看得到、听得到，也可以呢，在动，他也可以动得到。这总是要很下定决心。所以说，你们最近也会常常提起五毛钱，是啊，五毛钱的一个个的五毛钱，不就是现在呢？全球的国际慈济国际，现在我们需要去帮助的，所以哈，我们要很谨慎。好好的，如何呢？用甘露来滴石头，不是干那要用水泼，用水要泼呢，都是真难呐、啊。何况甘露呢？我们要给的是精，精很宝贵，这样的精啊，我们要如何在那个地方？如甘露的滴滴，亲像主祭人，安尼，这种点滴点滴汇合起来，我们呢就可以开通了国际的通道，我们可以看见呐，就能做到。但是呢，我们能看到的又有多少？还要不断的扩大，不断的扩大。观世音菩萨叫做千手千眼，一个心窟其实是一个心，就是慈悲心。有了慈悲心呢，人人愿意伸出双手，这个心。你也是慈悲，他也是慈悲，慈悲爱心，人人双手伸出去，这就是力量。所以慈济呢，期待我们大家发心，我们的心集合啊，哪里有灾，我们就到哪里去支援。我们要如何呢？把这样的爱的能量，人的气啦，那份爱的气氛哦，集中起来。这也许很多的国家，他们也有因缘集合，临近国家都可以去做帮助。所以，慈济人啊，菩萨心啊。心典范行动，行动典范都可以带动一切。只要这样的善法传出去，不分宗教，有因缘一点，他呢感动他的心，而且呢见贤随喜。他也可以随喜随喜呀、啊，这一随喜就有缘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好的信息要不断、不断的铺啊。我时常都说，感恩慈济人，慈济人多，那就是缘普遍哦。那所以。有的人就说啊，无差我一个，一群人也许等待你一个人，所以不要轻视自己，小小的一点力量，天下国际间呐、啊，这种气候变迁呐、啊，或者是呢，大地不调了、啊，真的是。很不调和啦，所以我们要很惜福，师父
还要更用心来多造福、哦、那人生这种无常苦难、啊、爱的能量呢，是最能发挥，能帮助人间解除在苦难中人、哦、所以期待各位，我们要多用心，要多理解呢，人间无常，疾苦偏多，所以菩萨们要精进用心了。